是动力火车，我们是动力灵车。这城市满地的纸屑，风一刮向你的妩媚。唱的比原唱好，而且我的。输得很漂亮，有些梦也不敢再想，很多事都放在心上，只有在微醺的夜晚想起年少快乐疯狂的特别每次看到他们的歌唱，我们心里面、啊、他们不要太舒服了。建哥，你猜他们了，你猜他们那有什么关系？在跳舞，我老早就想加入。没关系啦，哎啦，这样我才能 enjoy 在，我也是动力火车，那那个感受嘛，对不对？那是你们的主打歌啊，金哥，主打歌，两位示范，来，请到示范区。金哥，我们要先拖鞋啦，拖鞋，喂，大来宾，不要这样子，等一下，这样，讲到新歌是不是？新歌，恭喜你们，恭喜恭喜恭喜，新歌，新歌，这是我们的金曲，新歌加金曲，对对对，怎么有这么多知名？谢谢谢谢，怎么了？需要自我介绍吗？是是。所以两个都是自营嘛，动力火车嘛。我跟你讲，现在盗版很少很少，竟然还有盗版在这里。盗版就算，还有盗人呢。对，太过分。他们是动力火车，我们是动力灵车。哎，动力灵车，而且恭喜有创意，火车。张看还看不出来要模仿那就怪，但是灯辉你不要让自己，你应该可以活得更好。为什么？你这个造型很像 Eagles 25年前那个演唱贝斯手，贝斯手，哎呦，而且高度一模一样，摇滚范呐，对，摇滚范嘛，是吧？是，宪哥，你要签新人出唱片吗？没有，谢谢。下面有请，请欢迎他们两位带来精彩的表演，同时有彩蛋的哦。彩蛋歌曲挑战赛，谁能无缝接轨，接出最令人惊艳的曲目嘞？
个城市满地的纸屑，风一刮上你的妩媚，唱的比原唱好。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，却买不到你。这个就还好。那双鞋，黄灯了，人被赶过街，我累得瘫坐在路边，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听见的每首歌曲都有我的背影，耶！看见的每个昨天都有你的美。刷子怎么样？当中沙弥沙弥竟然不违和，对，志玲就姓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没有，我觉得他那个吉他为什么？这个是 cable， 这样怎么弹啊？这是 cable， 就是一定要讲，要弄也弄像一点吗？你说那是 cable， 可他的手在那一边呢、啊。因为不是，因为黄登辉个子太高，如果绑到这里，吉他会在这里。他是乌克丽丽了，有一点乌克丽丽，对对不对？邱星，你觉得他们这个和声，哎，真的不错呢。真的这样子彩蛋，这个歌曲真的是非常非常。毫无违和感。其实看到他们表演，我还蛮安慰的，因为我终于看到比我们黑的了。哦呦嘿！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哎 ，Hello， 哎，你把杜立放在哪里啊？杜立在哪里？像话吗？你还拜他？他不是被香薰黑的包大人，阴气不重嘞。我还很想拿水果给他。不好，但是他什么西人骨头龙田，欧宾沙嘛，不能这样笑他的。欧宾沙嘛，听不得，太棒了！现场50位，票数要到达某一个票数才不用泡脚哦。对，好，要不然这冰桶，这个是冰桶泡脚哦，里面有冰块。天哪！三二一，请举牌。我们也要嘛，对。哦，恭喜31票，请到示范区。哎，来恭喜，直接泡脚吧。志玲，你翻错了吧？不是，哎，你每次打球赢他，他当然要现在报复。丑化他。为什么到示范区？你知道吗？其实49票就要进示范区了。就算你50票，因为没得比较。对，就算你满分50票，还是直接。所以等一下票数比我们低，才可以跟我们换，是不是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？什么原因？因为这是谐星的悲哀。喂，我不是。你还不是，你长得就谐星的脸，你一直误会自己是歌手，对不对？不要再误会自己了。对，我是歌手，我要认清楚。谐星当自强，你是会唱歌的谐星，所以还是谐星可以。来，两位请先泡，哎，请泡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还要破鞋子哦。还是让你们挑一个人泡就好，要不要？轮流泡。你们两位 ，Hello， 我们可以接力，对不对？你们讨论一下嘛。还是你们要两个人泡，还是如果一个人泡就是要脱光，然后整个泡？